对，这一台黑色的劳斯莱斯是很特别，它叫库里南。哦，选配完大概都要，哎，实在看不出来，要2800万。今天刚好元宵节啊，而且很多车友有新车的啦，或者本来就有在过火的车友，那当然趁这个，这个我们这个南天宫的活动，就来过个好火啊，祈求平安嘛。开到一半的时候就瞬间把它这样往后拉的吗？没有了，是没有，是最有价值的，我们在我们的身后，就我的这一台刚交车的3200多万迈拉伦。大概快20多万了哦，我们捐的对象就是家扶中心的，还有创世基金会啦，哦，或者是那个安养中心的一些弱势团体这样。
位置是站在这边，站在车头灯的旁边。可以帮我拍一张？站在这个后照镜的旁边啊。对，好，那等一下，等一下会帮他会帮你拍一张，帮我拍一张这样。拍倒数哦，来看一下。好了，你看一下那边，我的位置就是刚刚好的，对，就会照出来是这样。所以大家明天来拍照的话，就站在它的副驾驶座的后照镜的位置，就可以来这边体验一下，就带一个纪念品回去。这个顶好像不太一样哦，这个车顶。而且你们发现它的斜背是整个透明玻璃的。哦，所以它叫Targa。座位上面那个顶是可以收的。只有这个而已，可是车尾是玻璃，车尾一样是维持玻璃底，所以它的造型非常的特别。路虎其实是一个独立的车厂，它专门去买保时捷的车壳，套上自己的引擎动力跟底盘，所以它是路虎，它的等级呢跟它的售价是高于保时捷的。你有一辆911没有什么了不起，但如果你在路上开一辆路虎，哇塞，每个人要跪下来拜，因为这个一来它很贵，二来它非常的少，再来它性能非常的强大。这是他们当家全新的 GT 跑车。你要想哦，这辆车哦，4.0升水平对卧六缸自然进气引擎，最大马力520匹，你光想这个速度机器啊。